Hello，这就是我的新玩具 KTM 200。因为我买二手，所以有很多问题要先修理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 block 有漏黑油，然后这个水箱就没有漏水，fork 有漏油啦 fork。漏到很够力一下，这个 fork 要先修理起来，这个 fork 不然就不能加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破了，这边就好了，但是那边破了的。然后这个不是油的这个 cover 螺丝断掉一只，我不知道它怎样弄到断的。然后呢，就这个 meter 的 cover 烂了，meter 呢就好，没有换 meter 可以走。然后呢，就是这 glass 柄不好按了，这个太短了，这里不好按。然后这个 blade，这个 blade 也是，你看它。不是原装的，所以它按不到这个 bleed 灯的，这个 bleed 灯就不能找。我自己加了一个板，所以首先呢，我要先拿这个 fork 去修理掉它这个漏黑油和这个 block 黑的黑油、漏黑油的，先修理好，然后才来慢慢看有什么要改的。然后我也会拍几张照片，before 和 after，就是现在还没有改之前，先拍一个照片，改了之后再拍照片。OK，拜拜。OK，来看看我拆到怎样了。整两周拆到完了，现在剩下这个车骨罢了，很肮脏哦，所以我需要洗。我已经买了那些纱布来洗啊，很多灰尘，而且 engine 呢很多那些旧的黑油啊，全部都粘在一起。所以呢，这个壳你看。喂，我看有一个 CM 后，我买了这个 CNG 那些油脂的东西了，还有这些洗给别大的和这个 shampoo。OK，现在我要开始洗了。家族了骂你，不要到底看仔细，零到100公里。